今天是11月10号，农历日子来到9月29，冲煞属猴。12岁的观众朋友，冲煞的方位是北方。今天的吉时在子时跟丑时，适合动土，不适合祈福。以上农民历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。美国海洋世界主题乐园今天宣布要慢慢的取消招牌杀人鲸表演，消息一出，动保团体都给予高度肯定。新闻最后就来到海洋世界看看这个备受争议的杀人鲸表演。